亲爱的兄弟姐妹，首先呢，高兴再一次跟你们聊聊天，也顺便跟你们讲天主的好消息。这个礼拜天是耶稣圣体圣血节，不知道我们的感触怎么样？因为那么久没有机会来领圣体、领圣血，但是可能我们要进一步了解那个圣体圣血是什么意思。我认为我们的食粮、我们的饮料都是耶稣，耶稣的精神，所以我们的食粮不是饼或是不是酒，我们的食粮是耶稣本身。那一次耶稣最后的晚餐在若望福音嘛，你看这个海报，耶稣他给人家洗脚，那是我们的食粮，这是我们的喜乐，我们的酒。我们的身体不论是大的规模是小的规模，家庭生活或是国际的政治，最需要什么？彼此宽恕和好。看一看我们的问题，问题多得很，大得很，战争、家庭的暴力嘛，离婚、种族歧视、宗教的歧视、性的骚扰、离婚、贩卖人口、性泛滥、贫穷、贫富不均的问题等。所以我认为人类的食粮、人类的饮料帮助我们生活下去的是和好。第一次呢，可能今天看每一次我们的弥撒，第一个是什么？承认我们的过错，求天主宽恕和与我们和好。那我们一起吧，今天第一个也邀请我们大家，也是嘛，心里或是在你再强的人的人说，请你原谅我，请你宽恕我，帮助我爱你，我也帮助你们爱我，和好。但是人类最重要的、最渴望的，有的食粮跟我们的饮料。财如果不和好的话，不宽恕别人的话，不接受别人的宽恕，我们没有这个真的参加弥撒，领那个身体，领那个圣血，是非常的非常的重要。因为如果天主不在我们内，那将透过那个饼，透过那个酒，也不会来到我们的心灵深处。所以最基本的，耶稣第一次讲道理，叫做悔改和好。所以他快要放弃、断气，就说天主宽恕他们。所以耶稣开口到最后一口气，宽恕和好。但是我们的食粮，但是我们的血，就是我们的体。不但是说耶稣在我们内，是圣保禄说的话，不再是我活，是他在我内说过，我们都称为他的体，称为耶稣的血。希望人人与我们来往的话，会看到啊，耶稣来了，因为他给我力量与别人和好，宽恕别人，也接受别人的爱。我们都称为耶稣的体血。耶稣他说过嘛，我是从天降下来的食粮，不是那个饼，也不是那个酒，我个人，这个人，这个耶稣从天上降下来的食粮。所以我们都称为耶稣基督，这个是圣斯定所说过的，不单是我们灵身体圣血，我们称为耶稣的体，耶稣的血。
拐过的，哎，我们到这个地方来看，就被套耶稣的手，看耶稣的手，我很喜欢，要有灵舍的，很喜欢看他们的手，那这个耶稣的手特别的大，那刚才跟你说，我在他的跟前跟那个饼那个酒，但是他说，透过这个饼，透过这个酒。我把我自己献给你，接受我做人，如同我做人。所以最重要的是接受耶稣的精神。他宽恕我们，他告诉我们宽恕别人，如同我也宽恕你们一样。我们成为了耶稣基督。大概过去我在上堂当中，领讲过道理嘛，用过那个圣女达特兰的。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导师，他说：“基督耶稣在这个世界上没有身体，但是你我有；没有手，没有脚，但是你我有。通过你的双眼，他怜悯垂顾了世界；通过你的双脚，他步步兴盛。”他以你的双手降服了世上所有，你的双手，现在都是耶稣的手；你的双脚，现在是耶稣基督的脚；你的双眼，现在都是基督的眼；你的身体，就是基督的身体；你的双手，就是。基督的手，基督现在在这个世界上没有身体，但是你我有，我们是耶稣的体，我们是他的血，主耶稣来帮助我们做人，如同你，就是圣若望书信吧，若望一书第二章所说过的话。我告诉你们，我命令你们相信真爱，要照我所行的去行，活出耶稣基督，活出耶稣的体，活出他的血，因为他的体、他的血都是我的真我。耶稣将这个圣体、圣血大的真理，将乎我们能够了解你的。爱，接受你的爱，而且尽一切的可能活出你的爱与你的仁慈。亲爱的兄弟姐妹，在这个很痛苦的一个疫情的灾难当中，祝你嘛，你是耶稣的体，你是耶稣的血，爱人家如同耶稣爱，宽恕人家与人家和好。如同耶稣宽恕我们一样，耶稣圣体、圣血大真理，给你带来喜乐、平安、美满的家庭，可爱的、美好的、可爱的我们玫瑰圣母堂的大的家庭，圣体、圣血节、喜乐与平安。Amen.